每年呢、啊、他的周年呢、啊、他的公司啊都每年他都办这个宴会了、啊、都做慈善，没有停过的。所以这样的慈善家可以说，就是我们被称呼叫做华社的一个难得的一个慈善家。我一路来就很尊重他，他慈善不是公司付钱，他慈善也是自己付钱下去的 ，million and million billion 的 charity event。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今天做这个访问，告诉大家，然后我们的陈海希先生过世了，不过他的历史、他的故事，在我们人民、在我们大马人民的心目中，在全世界的华人心目中，他是一个勇敢、有道德、有善良的父亲。跟一个老板，我是几年前就是认识陈景刚，就是陈老板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刚好马来西亚我们那个小文化基金会要举办那个筹款晚宴，然后后来陈老板就跟我说他可能会带他爸爸来，那晚上我没有想到就是他真的出席，然后还在现场，因为我们有很多介绍小文化基金会做的事情，然后他爸爸就是现场又多捐给我们一笔款项这样子，然后让我觉得很受宠若惊。It's a great loss to our nation and very saddened. Passed away and really hope that he rests in peace. He is very generous. Has been helping the community and together.During my tenure as a health minister, he's also working with me on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how we get together very close.